嘟啦语文，汉语拼音歌。星期天，爸爸带着嘟啦去公园喂鸽子。他们来到广场，看见成群的白鸽在低头觅食，不时还会有几只小调皮飞到游人身上。嘟啦站在那里看着，脱口而出：“小白鸽，咯咯咯。”嘟啦刚才提到拼音歌，爸爸想知道你对它了解有多少啊？爸爸，我只知道这么多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歌是汉语拼音声母中的一个，当人们发歌这个音调时，就需要将舌根抬起顶住软腭，感觉不到气流时再冲出。歌歌歌。爸爸，那不就是和小白鸽的歌很像吗？嘟啦真聪明，爸爸一说就明白了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将声母和韵母搭配组词。爸爸爸爸，这个我会，让我试试吧。声母歌和韵母啊合起来是嘎，可以组词嘎嘎叫。歌和呃组合是歌，组词哥哥。歌和呜搭配是咕，姑姑。爸爸，这个好简单啊。其实知识并不难懂，只要你掌握了其中要领，学习起来就会非常简单。